三中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地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讲《冤家经》呢，已经进入了第56天咯。那么这几日来，都拄着这寒流冬天啊。那么大家依然也拢是为法忘苦啦，大家穿夹裤呢，哦。大家用功精进菩提，那么我相信要精进菩提啊，也是指日可求啊。那么在咱常讲的这个《冤家经》呢，讲这个五常爱除掉啦。五常若无除掉呢，因咱生生世世呢，都在做凡夫众生，沉沦生死啊。所以这个五常一定要除掉，那无除掉呢，被这个五常所牵制啊，咱不能出三界，正行佛道啊，更加搁不容易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从这个微识学内底有讲这个五执有两种呢，切开来甲注意报告呢。第一叫做分别五执，第二。叫做起心五执，起心咱来解说。这个五执有两项，头一项叫做是分别五执。这个分别五执呢，就是由今生分别这个诸法所生的执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咱在今生应投胎转世应做人啊，由咱的六根。听到外口宇宙万法，所有一切尘、一切境，你甲听、甲看、甲感触，因此内心内呢产生一个分别的作用，因此内心产生执着，执着着贪的，执着着这排斥的，有两款的心意识。陈长讲叫啥？唔是贪爱，就是嗔恨呐。咱人拢有活伫相定的性格。这两个大的性格哦，这两大的性格当中，佫分为无量无边的心理意识，佫较微细伊啊。由贪呢演变有深有浅，有悬有低，有严重无严重的心理意识呢，哦，足侪足侪。啊，由这讨厌排斥当中，这真恨心呢，这为根本，然后随这真恨心、排斥心呢，佫演变无量无边的微细心理。即个贪欲也好，嗔恨心也好，拢总是有这分别一切万法万尘万境，因此产生一块执着。因此执着块执着呢，咱称呼叫做分别的执着，也称呼叫做分别的五执。简单讲，分别五执就是为今生分别一切境界，产生内心的执着，即叫做分别五执。这记好哦，这是只有今生来讲，后边叫做起心五执，注意听好哦，这专有名词要解释哈。这起心五执就是讲，无量劫以来，这个、自我的执着。简单讲，就是讲我生生世世、累生累劫以来，就已经拥有的这款执着，哦。生生世世都已经大落来，吼，已经生落来就有啊，唔是今生才有尔。由累生累劫啊，累生累劫，都已经啊，咱有些分别执着，会执着，哦，足厉害。看好就爱处，
无佮意就佮推啊，佮拒绝掉，这种执着。咱本经讲叫做我执爱我相啊，拢以自我为中心，其他在考虑着别人，先我先考虑，哦，他随别人拢列入第二个考虑的。这款的情形称呼叫做我执啊。哦，是讲咱人的贪心，诸位菩萨，你放心啦，唔是今生在贪心啦。你已经累生累劫贪心到今啊，还佫还袂毕业的。问你贪心会毕业袂毕业，是问你有修行无？有修行，你的贪心才会净化，才会解脱，才会毕业的时阵呢？哎，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呢，咱逐天看到读册，读到大学博士研究院出来，又还佫无毕业。伊读的册，并无法度互你呢开悟证据啊。去读世间册，我定讲一句话啦。读了三代阿僧祇劫，读了你家己啊，世间几啊百万亿的这个博士的学位拢乎你呢。你的分别五执甲自性五执，有哪无净化掉？你同款是凡夫众生一条，这条阁真严重，因为你的分别执着自性五执啊。所以讲呢，你唯有听佛作为，就无唔对啦。听佛作为啊，早就开悟证据啊，就是咱累生累劫无咧福气，无咧因缘接触着佛法，所以无法度听出世解脱的道理啊。较早去读世间册，较早去读一寡甲咱生死了无通用的，因此呢，既然读世间册，当然就无法度咧了生脱死啊。所以呢，你啊看，我定讲一句啊。中外古今无研究佛法的人啊，遐个无研究佛法修行人呢，读世间册拥有足侪人有四五个博士哦，对一个开悟证据的。我死的时嘛，咧脚踹手踹，等脚踢一下，突一下呢，诶，是到了啊，凡夫众生一条啦。过去的皇宫伟业，过去的声音，这个、皇宫如今又搁在哪里呢？比无常所吞食伊啊，随你业阁投胎转世去啊，安尼算会好还是袂好啊？注意，你一旦面前头思考看卖啊咧，那你阁未干我，我讲安尼老子也拿你没办法啦，无办法啦啦。所以讲，我定讲一句话啊，世间好话啊，佛说真啊，佛言不信啊，佛言可信啊。世间的好话、微妙道理，世间学出世间学，佛祖拢讲完啊，讲尽啊。哦，啊，佛祖是圣人，教咱了生脱死，明心见性，还转凡入圣人。咱阁唔听伊话，你是要听啥物人的话啊？听老师的话，听教授的话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这拢爱听，唔是唔当听。但是呢，因何因呢？这是世间法，无法度你开悟证据啊！佛祖话你唔听，是要听啥物人个啊？所以我在家读高二时啊，我听这话我就醒啊！我有当想想讲，人阮如本的善根嘛，不止啊好哟，嘛家己安慰家己啊。虽然咱即马五常压未除，烦恼无量无边，贴近个，就咧自强号十外代佫拆未了。虽然业障阁真重，但是咱嘛知讲啊，咱真庆幸，真福报呢。会当听有佛法，都咱唔敢讲哦，一个手修甲哩哩哩啦，都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慢慢修，细水长流，身体够用呢。哦，把身体过好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嗯，唔免惊讲无柴去烧啊。啊，留得青山在，啊，不怕没柴烧啊，是不是啊？身体够好，慢慢修，慢慢修，困话修，莫习惯做忝的呢。大家笑嗨嗨，欢喜一天开悟来临的呢。好啊，修修几多有了，咱会得了呢。要注意啊，第一，咱修道啊，这里五执有两项，第一就是分别五执，第二个自性五执。因为甲拄仔有讲，即个贪心哦，累生累劫就大了呀，
所以给他附带功夫搞到遐去。咱修都等下讲，卖讲是呢贪爱，累生累劫都有啊啦。哪怕是你的真信心呢，累生累劫都有啊。这叫做自性恶执，累生累劫先天就大累啊。唔是即世一两煞开始有诶，诶叫做自性恶执，诶对菩萨清净吼。人阿本你讲较清楚啦，因为都是听有才对。还佫一款，有人做食醋，食醋世间人叫做醋桶，吼、哦，迄醋桶啊食咧较济吼，迄会闹死人诶，迄闹人命诶，吼、哦，倒啊无分讲吼，即拄咧较济，毋着死人袂，伊袂考虑遐济，为巴肚先啊淹落呢，再讲，大快人心者，注意啊，即食醋呢，也是累生累劫着大累啊。所以对着醋桶真深人，哦，做食醋人诶，咱有阵时啊，想想讲，哎呀，伊嘛是凡夫众生一条，实在咱是较包容伊啦。唔，你是变怎呢？都无修行啊，啊无修行，当然食醋心里就有啊。所以咱就较包容者呢，哦，咱咧用这个圣人的心胸呢，去包容凡夫的心理的造业。虽然咱包容的有限。但是有人爱努力用功，吼、哦，为咱心地个抛开个呢。所以佛门一句讲啊，心包太虚啊，容就三界啊。所以咱心面个宽宽宽呢，诽谤糟蹋恶露，一切淫恶是非，拢伫虚空内底，虚空如如不动，修道啊修到安尼呢。好、哦，啊，佫一款人安怎？哎、欸，食饱无代志，做个共诽谤，专门找人扛啊胖的，专门闹人后脚筋的，这款衣服搞来看呢，也是自性恶执。当然，咱的意思要甲注意讲，这个自性恶执有包含着分别恶执。那么这分别恶执啊，伊未必然啊有包含自性恶执，所以这恶执甲分作两类来解释。有人讲。啊，分别五执嘛是为这自性五执出来太无，哎、欸，就归是讲自性五执道啊，太何必搁讲分别五执呢？所以诸位菩萨听好，五执有两款，第一叫做分别五执，第二叫做自性五执。所以有人因五执无遐认当人，都是较有修行。五执若坚定依怀。永远藏在心内，未食未困，暗时困在家地吼，尿尿酸，面这皮呢，我盖过来吸过去呢，面床内呢，门头面床头黏到面床尾去呢，困未去，这款拢分别五执跟自性五执拢解当。你像这款人爱多忏悔，吼、哦，就会做人多忏悔，啊，地主都业障真重，所以执着也是这款业障，爱多忏悔。哦，多忏悔种哦，像是讲你的这个皮肉吧吼，种一个饲里内底，经过两天三天才发炎，内底就落人啊，落人你上重要就是呢，将这内底个饲甲挖出来，用这双氧水或者优点甲饲入去甲消炎一下，一两三天就好啊。啊，你唔通饲插内底啊，外口抹药啊。安尼外口好，但是内底落人呢，安尼个真包人呐、啊，会反动，会发炎，因此这治标无治本，安尼袂使。啊那，咱那呢，嫉妒心、万妒心、错唱真当人，多忏悔，伊好处在这所在，会将你心内最紧、最上、最最严呢，一概呢毫无客气呢，全部甲挂紧甲乌乌，一一呢脱甲去呢。那即马讲讲 A A 一特定用钱啦，甲你心甲消炎，甲你心甲净化，甲你心甲提升升华，安尼叫啥？治根佮兼治本，佮兼治标啊，修道就是呢。所以讲啊，人我业障介重，佛祖讲爱多忏悔，所以忏悔是针对业障重的人来去用。啊，那么当然你将来都唔要做歹代志，你做圣人啊，太着去忏悔咧。就是凡夫众生去自业沉沦、生死烦恼、叮叮塔塔，这啥是着爱忏悔啊？哦，凡夫爱忏悔啊，
你无忏悔呢，你有当时做恶业呢，佮蕴藏伫心内呢，安尼后摆金包银佮反动佮发炎，后摆佮历史重演，重蹈覆辙啊！一遍犯了后摆拄一面呢，你无来忏悔掉，伊迄个意识、迄款的错误观念，佮延绵延不间断，佮大落去，佮延续落，会佮一遍佮大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一直延续落就对啦。永无止境呢，互你呢有够受啊啦，互你有够艰苦啊就对啦，互你有够痛苦，毋知要讲互相听较好啊啦。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咱修道爱读忏悔，你又在这所在。那问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啊，咱人都有一个五常五执，尤其这自性五执呢，甲咱害甲呢生生世世。佛门各种的道理叫做累生累劫啊！啊，哪里呢？听这佛法，会当讲帮你家家的宽赦，心过宽呢？所以容易宽赦自己的，原谅自己人，迄往往较会对路的。所以对自己爱较严肃的，哦，较约束的，想要放逸，哦，想要放宽自己的寸手呢？有阵在往往啊，失去寸手当中呢，会成造业去啊！所以呢，莫想硬，也莫想灵，哦，随时随地呢，你的心保持灵灵觉觉，你的心内起心动念，是非善恶，灵灵觉觉，清清楚楚。安尼个修行呢，才袂乱了家己的方寸，因此呢，才袂因为安尼呢带来造业，沉沦生死啊。安注意清楚吼、哦，总讲一句，这个五执有两款，第一。就是分辨五执，第二叫做是自性五执。注意啦，这两个道理了解天呢，因为正行无上菩提呢，绝对是无问题啦。好，再个听好。下面咱继续去讲《万觉经》下，佛祖因咧讲咯，善男子，必修道者，不读五常。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若知我空，无非我者，有我说法，我未断故，众生寿命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若是众生说病为法，是故名为可怜悯者，虽轻精进。正义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啦。安尼对真清楚吼、哦，哦，伊讲出真明真白啊。来，咱用白话解释一遍哈，咱注意去听好。善男子啊，遐个修学佛道的人，不能断除五常的话，所以呢，不能进入这清净的觉性。善男子啊，如果明白了五常是空性，伊心内就未过感觉有诽谤我的人。如果执着有我呢，在恭敬说法，就是有五常的执着尚未断除啊。其他的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这三种的执相、执着呢，也正亲像这样同款，善男子啊，佛法的众生，说法着相的弊病，作为涅槃的圣法，所以名叫做可容忍怜悯的人。虽然勤修精进，只是增长执相的弊病而已，因为是这样的原因，所以呢，不能进入。清净的觉性啦。那么这段咱不难明白，也是同款，甲这个五常的解释。因为讲你的五常若无甲净化掉，五常若无甲去除掉，你无得进入这清净圆满的觉性里边。因为圆满的觉性就是万觉经最终极的目标。其他经典叫做发心，
真如一真法界自性佛性，是只有这个幻觉的自性呢。所以你进入这个幻觉的妙性自性以外呢，你首先要做工作，要把这个偶像呢，把净化掉。我跟翻到等下讲啊，为安怎你无法当进入这清净觉性以外呢？因为你的偶像并无法净化掉。所以讲，偶像那已经空掉为止呢？你别人给你诽谤啊，你悠然自性，如如不动，解脱自在啊！你讲有缘怎？开悟圣境，你甲诽谤，伊如如不动，伊也未甲你反驳。你有缘怎甲看？遐圣人，你甲糟蹋，甲欺负呢？伊悠然自性，如如不动，伊同款呢，自性解脱。有缘来解脱。因为我了这偶像已经空啊，无我的位置啊，什么人去痛苦啊？无我人，请借问什么人去受何人诽谤啊？无我人已经呢超越净化，哪里有一个灵修所修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讲偶像已经空的者，那么你该诽谤该糟蹋呢？你伤不了伊一根的汗毛啊！一己的汗毛都无在这个相留，有人来讲，心如虚空，虚空用刀甲斧甲针呢，虚空如如不动，咱的心解脱如虚空，所以你欺负圣人糟蹋圣人呢，只是你欺负圣人，你阿麦家己对了啊，自然随你家己自业的业呢，投胎转世对三国道啊，但是对圣人来讲呢，圣人的心地如如不动。没什么报复啦，没什么怨恨啦，伊早伊心内就如同虚空，如如不动的呢。所以叫啥？偶像虚空啊，别人诽谤、糟蹋、该欺负啊，伊心地如如不动，自性解脱的呢。所以我正讲一句话啊，请这问无我的者，什么人来去痛苦？你已经无我境界啊，请这问啥物人要搁在沉沦生死？已经开悟证果无我啊，啥物人要搁在个起牢骚呢？你开悟证果大家无我啊，啥物人在闹情绪呢？既然无我闹情绪的人嘛不可得啊，像讲虚空，虚空要喷呢。啊，上不了虚空，你甲虚空赞叹呢？虚空嘛是袂甲你得你只诽谤的话，用火甲烧，虚空嘛如如不动，不损一毛啊！袂讲啊，烧一个哇，打死啊！虚空都起一角去啊呢，赶紧用过来补，虚空要怎补啊？如如不动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无来无去，你会想我咪啊？无血无动啊！这完全展现出这解脱的境界出来，无我境界出来。所以有做思想讲，心如同虚空，心如同虚空。你有这虚空的道理，引出个回光返照呢，你的心也是同款，迄款自在解脱的呢，如如不动呢。所以起心来修道呢，要有这偶像性的净化掉，最个然后。有偶像的说法呢？这自相说法啊，当下你心地就无清净咯。伊这个菩提呢，已经不相应咯。啥物会叫做有相说法？大家注意听哦。譬如讲，我恭敬说法，我有气度，这就是有偶像啊。我恭敬说法，也希望大家呢，会当呢。哇！我用功修道，我看人家修道，我欢喜噶，有够欢喜，这也是偶像。所以看人家修道，大家很精进用功，我心观在就好啊，唔好被境所转，和境果所转呢，就是我说法呢有自相。我说话当中，那就气度，希望你甲我保持，我维持我的生活，
我有这动念头，安尼我就说法无清净啊。啊，如果我本身呢，这恭敬说法，希望讲哦，听众人山人海，哎，这嘛是有我相啊。啊，听众若无人，哇，无半个听恭敬说法，因此呢，我呢，哇，苦酒满杯啊，咱是无啉酒啦，加些个话呢，哇，烦恼呢，也无听众呢。咱讲经也无讲歹到啥物程度，发言真好，啊！他今日无半个，一个都无，哇！来几个尔，啊！起懊恼，自相说法。哦，啊！今讲经咧较济呢，七八千人，哦，满座，座有虚席，一个甜满满，哦，够欢喜。我哦，我毋是鬼邪呢，讲经人较爱听呢，自相说法。所以诸位菩萨。请这问，安尼经好讲无啊？经实在无好讲，所以讲你较济，你心袂当动呢。讲你较济，听众伤济，你欢喜心动，就有偶像。听众两三个尔，小猫两三只，你心存艰苦烦恼，说法有自相。所以讲讲经呢，爱如如不动啊，卖互这境界扭来扭去，拖来拖去，下来下去。来来往往，安尼当中呢，如果你啊安尼，就是叫做有自相说法，心内不清净。在我伫恭敬说法当中，以如如不动的心来去演讲佛法，安尼才是如来所赞叹的，安尼才是真正法王子。无话者呢，你恭敬说法有所染烦呢，安尼名之为自相说法，说法不清净，以菩提。毫无相干，完全不相应。再个听好，我相不独啊！这个精进修道，正中咱的诸病啊，因此不能进入这个清净的觉性啦。吼、哦，这讲啊真好。伊这意思就是讲啦、啊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咱的我相无独掉。无拄着，可是你是精进用功，这也是一款正常缘呐。真正严重者呢，无甚至是甲你讲个精进，无如法修持，因此有可能会正中你一切修道的弊病走出来。所以有当啊修改，一寡人修改翻俗去啊，啊修改有一寡人准走阴谋啊，啊修改最后呢，我家庭计袂好好啊。这真济问题，拢总是咱个案的问题，影响着你周遭的亲戚朋友来。你的偶像一定要拄掉，无拄掉话者呢，注意。你讲要进入这清净圆满的觉性啊，这毫无机会啊。所以经典甲你讲啊，偶像不拄啊，精进呢啊，修道啊，正中诸病啊，不能进入这清净的觉性里面啊。哦，佛祖拢语言甲你讲了啊，所以就菩萨佫听好。咱去修道，乃当讲正直五空的位置呢，当下你的自在解脱啊，你的心地就清净庄严啊。当你那是修干呢，五相应破掉，依空相应，了解诸法本来是如幻如化如电的存在。你就袂对这个万法万境万境呢，会偏激啊！你既然袂有偏激呢，好是人家好，你差别济；啊，歹是别人个作业啊，何必人家作业人家好呢？你心就咧来来往往呢，在计长计短。这人我是非计长计短，你难怪在做凡夫众生啊！你都是安尼，何你家己害死去啦？所以别人咧加弄是非啊！啊，家人是应该做业啊！你何必就伫啊为迄件代志伫啊耿耿于怀咧？一切嘛如幻如化，做业伊对了啊！伊人成功啊，成功你何必就伫怨道咧？啊，那就是有认真拍拼努力，伊今仔毋才成功，构成因果关系啊，何必伫怨道咧？啊，你若要怨道的心态，不如你好好安尼。咱安怎充实家己，好
好啊，用功的修行，有一天你也像他那样开悟真久啊。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，你怨妒不了啦，天下高人满天飞啦。你若要怨妒呢，天下个人，让你怨了了啊。你怨天下个人，那么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？你那怨妒，那么在开悟真久啦。你怨妒，那么是才有才华啦。何必就有自闭症呢？家家你白条条一个苦来呢？因为拍开你心胸呢，这是目前当今之物。你要拍开你心胸呢，安尼你永远万生生世世累生累劫万未了。这五常五执，该作怪害死你。所以咱常常有听一句话啊，好这人哦，一个人万规尊的呐。规尊万一个啦，好，然后啊菩萨啦，你才要一个万规尊的，啊规尊万一个，那这是英雄气概，英雄气概啊，是安怎讲啊？我无简单啊，我一个有法度建规条街啊，这尊因拢都是我建的哟，好，我偌厉害，啊规尊建我一个，伊未必人赢我呢，好夭寿嘞，哦这款人嘞，天气冷的就无。无想讲，伊即摆正甲强强安尼，就要带起来搞起来呢。伊阁讲个大声话，像即款人诶，你是又阁对他能奈何呢？啊，人阮都正规正诶哩，好，伊如果改变就丢咧啦，一个正规正诶啦，啊，规正正诶一个啦。啊，你才安尼做啊，你唔好呢？啊，你唔知啊，人生在世对不对？哦，咧出人头天啊，啊，出人头天嘛，唔是讲正规正诶，啊，伊就总是有理由甲你编呢。这就是安怎？伊遐伫大众人群当中，家人袂该注目，因此呢，动员着规整个对伊注目。吼，啊，警察定定走警察局个啦，无偌久就走伊袂，啊，出来佫报出来，因兜有钱伊咧，啊，即有钱会当办生啊，啊，无钱办死啊，啊，即卖讲是台湾啦，即全世界拢差不多有些弊病，是轻重高低个差别尔。所以注意，即拢是啥？哎，佛祖甲你讲了啊。五常叫做怪，为安那伊一个正规正呢？规正正的一个，因为伊人太俗目，钱有势有啊，伊感觉无啥物意思，啊，互大家注意一下呢。吼吼啊，食饱无代种找人单挑呢，吼啊无对安那一个拍三个呢，啊叫对方哦，你摕咧塑胶布，啊我摕腿安尼，啊共收紧，啊你着爱莫赢了，你赢了无？因为钱我偌少了，我千五块嘛对不对？食饱无代志，你感觉受怕呢吼？哎、欸，钱呢？我贴你一拍也受伤哦，我甲你告呢。啊，这款人呢，还咧抓头病，就讲隔壁我在记时哦，阮隔壁一个人叫阿霞啦，啊，因兜有钱啊，啊，伊怎受拍？啊，你呢人是要寂寞，二十几岁啊，佫唔敢娶某，安怎讲呢？因为自细汉就足惊女人，知喏？啊，怎受拍？啊，怎出风头的？啊，拢摕钱呢，互别人。叫伊砍手拍，啊！你袂当拍赢伊哦，你要拍赢伊，你就开始啊！我你赔着钱吗？那么拍是你在互伊拍，吼、哦！啊！你久久啊，就爱计输，吼、哦！啊！你计输，伊就欢喜啊！有一款人，这款虚荣的心叫做五常五执，砍这款人都有呢。请注意啊！世间人哦，都是患了迄个虚荣的大头病啊，这真济呢。所以修道吼，要。甲这微细微细，这个五常五执要甲净化掉，你若无相当的定力呢，你不能自觉啊。所以讲哦，人去骂你啦，哦，甲你诽谤啦，你若是自行解脱的话者呢，真无所谓啦，真无所谓。哦，所有的这个逆境自听好。哦，人骂你，人欺负你，甲你折磨啊。甚至呢，甲你安尼诽谤，这一切一切拢是帮忙你呢，哦，这消灭你的罪孽，你敢知影？哦，侬早时希望你自性清净啊，早时你想成就佛道呢，当下就破除你的五执嘛呢，你应当感谢伊才对呢，是不是啊？侬人甲你诽谤，哎呦，安诽谤那心情艰苦啊！啊！这艰苦就是业障，你将这痛苦甲净化掉，甲你诽谤你袂艰苦，哎，但是叫净化解脱呢，修行是呢呢。
咱甲你学咯，互你足欢喜，足欢喜。啊，欢喜就是你有病，你有偶像，你净化掉，欢喜爱净化掉，爱如如不动。啊，这如如不动净化掉，唔是意味着讲哦，你不知不觉呢，你清清楚楚，伫清清楚楚当中，心地如如不动。无这顺境逆境所转去，安才是真正以空相应，以解脱相应呢。唔纯是讲，唔是纯就一般人讲，讲纯插头、纯石头呢？哪个唔是佛教讲叫做解脱意思？迄叫做真正石头啊，叫真正叫初步呢？所以作者外道啦，外口无下苦人呢，无了解这点深深的意境，甲解脱法呢，拢会讲下苦真学插头个？哦，有无啊？这就是表示讲哦。这人以误会佛法，伫只门外汉，是永远爱做凡夫众生的。其实解脱就是建立伫迄个无解脱当中来解脱，才是真正解脱。来，我甲你骂，甲你糟蹋，甲你欺负，哎，互你无甲足艰苦的，但是你对我未怀恨，哦，未恩重仇报，啊，你对我来讲呢，你平常心对待，这才是真正解脱呢。啊，唔是讲你秘伫深山内内，无人甲你诽谤，无人甲你糟蹋，无人甲你哦嫉妒，你无见解你无啊，哦你心内清净，哦你嘛安尼做当作是解脱呢，安尼叫做无事甲你无啊，啊一旦见解呐拄有时啊，无你甲地吼，你跳比人较悬呐，哦叫恼怒千丈啊，怒发冲冠冲冠呐，好你呢暴心骨压起来啊。这不名为解脱，这叫暂时服住你的烦恼心而已。一旦无明烦恼心来爆发的时啊，非常恐怖啊！三人都哪里无办法啊？最清楚啊！所以有见解甲恁无啊？咱感谢伊。有人甲你诽谤糟蹋呢，你感恩伊消我业障，我促成我早一日成道，我消除业障。净化我身心，有一天正成无上菩提呢？真正会修道人就是安，安才是正面的修道，不是永远闭起来，闭在深山哪来？你伫个深山闭一个窗，永远找未到的所在，那安叫做误会。道歉佛祖不是安尼讲的，佛祖不是安尼讲的。好，这个听好，下面安尼讲修这忍辱行的困难呐。修忍辱行不简单，修忍辱行呢，伊才是构成生活，搁愈速愈快愈紧就对啦。一般人忍辱行呢，总是有限呢。真正大家忍辱波罗蜜啊，大家有出眼，大家开悟证果彼岸呢，你含佛菩萨无啥物两样呢。所以在这所在，咱就运用一个公案呢，讲这修这忍辱行。修道不按哪修啦，伊一个足标准的典型的人物，互注意听。这个公案呢，在咱佛门中，有了不起一个寒山甲石碟的。这个公案是来自于出家人啊，这个寒山就是咱所讲的文殊师利菩萨，石碟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普贤菩萨，因都出世伫这个东调。这个江诶，这个江西山西省，这个国清市迄个所在，那这寒山石碟就是文殊普贤菩萨呢，因两个所示的呢。所以有一次啊，这个寒山也就是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因问这石碟啊，问文殊普贤呐，问这普贤菩萨讲，伊讲有人啊来谤我啊，欺我。辱我、笑我啊、轻我、贱我啊、恶我啊、佮骗我啊，应该如何对待他啊？吼、哦，意思听有啊？我问个读中人诶，伊讲那是有人啊，哇，来诽谤我，来欺负我，来侮辱我，吼、哦，来笑我，而且呢，佮轻视我，佮糟蹋我，佮看贱我。我搁甲骂，搁甲欺骗，哦，这贴起来呢，比霜较悬，真是夭寿骨啊！
请这问实质啦，实质啦，这要如何来对待伊啊？伊讲哦，有影就对啊，这个人遐是恶极啦，欺负你、糟蹋你、骂你、搁轻贱你、吼搁诽谤你、搁骗你，要安怎对待伊哦？来，我你讲，实质就讲完讲，应该啊，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搁撇他、还搁耐他、搁见他。不理他，再等待几年诶，看他如何啊！哦，寒山太有心中太有力咧，那破断来分离啊！怎么空诶？真诶笑哥，他好就讲，搁忍他，让他，搁由他顾在伊来，搁撇免他，搁忍耐伊，搁尊重伊，搁敬伊，搁不理他，搁等待几年再看卖安尼。看他伊表现如何，人世间人讲，后人囥他妈臭酸，早就推了啊！后等下遐久，早就摕武士刀到外骹筋啊！佮等下伊几年，看他如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世间人拢是安尼啊。那么有修道人就安尼呢？伊讲，哎，应该忍耐伊啊，顾在伊哦，让他、撇免他、敬他哦。搁看几年了后，看伊表现搁如何呢？看他如何啊！所以这个话啊，拢总是稳重啊，相当有境界话啊。这唔是讲表面你看，安尼尔哦，你看做到未啊？哦，所以咱听咱个张技师大师大弟，哦，我念一遍，搁带动一遍呐、啊。哎，后摆恁注意呢，那是以后有录影带录音带。佮听一遍啊，互恁增加的印象，这意境真深。吼、哦，咱请咱这张技师助笔，互佮走一遍哈、啊。我念一遍啊，注意听清楚哦，非常的庄严。寒山拾滴啊，寒山的文拾滴，曰：有人动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。应如何对待他？十字答：应该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撇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理他，再等待几年呀、啊，看他如何。诸位啊，诸位菩萨，你的心内有什感想啊？修行就是安尼修啦，无是要怎修？也唯有呢，面对这个现实的修行呢，才以后才有开悟正果可言呢。虽然到了境界，人敢糟蹋啦，哎呦，干嘛变手硬啦？爱讲干嘛大细声啦？哦，细的木大的，大的木细的啦，这拢是唔对的，这冤冤冤冤无了事。你那个结论唔是办法。安尼因果循环始终未停息个呀，所以呢，咱世间人讲一句话啊，化干戈为玉璧啊，化暴力为祥和啊，道理在这所在啊。所以社会为安那未安宁，这世界为安那年年战争，拢总有冤冤冤冤，拢总有因果啦，拢总是因果，小因果、中因果、大因果。哦，这个官的运因果，这个省的运果，这个国家的运果，运这因果，国际因果，世界因果，宇宙因果，哎呦，运运万万呐、啊！所以呢，佛祖应该跟你讲，要化消因果，有两句偈啊。佛祖跟你讲，虽然消故业。并无做信仰啦，好、哦，听你家弟呢，非常的感动。伊讲要安怎温婉在化消，要如何化干戈为玉璧，如何化这暴力的为祥和？伊安尼甲恁讲，伊讲虽然消旧业啊，虽然你平常时生活一点一滴呢，这个业障的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啊，甲净化掉。刷入去，唔当咧，佮做出新的这个灾殃出来。
因为旧业未消呢，新的财用阁装出来呢，本未消，后壁个本本本利利呢，连本带利加起来哦，永远你的因果循环未停止。这虽然消旧业，并无做新殃，无阁做新的财用出来。顺从你平常时生活点点滴滴呢，消一寡过去的旧业。我正讲一句话，一颗人好走，听有无？修行人都要面对现实，修行人都要勇气，一颗人好走，走出你我的啦。修道就是呢，所以呢，一颗人好走，走出你就是我的。第三，虽然消旧业，静默做信仰。我艰苦、辛苦。病就去学病，过去生活唔知安怎共母个啊，唔知做偌济辛苦与伤业，唔知做偌济恶业个啊。你何必当初呢？啊，过去若无做恶业，如今个今日哪里会受这狼狈凄惨个身体病魔交缠甲糟蹋呢？真有拯救过滴啊！身体病苦是如此啊，世间个恩恩怨怨，夫妻之间、母子之间。哦，乡兼乡，镇兼镇，国兼国，世兼兼世界，以小苦为大呢，拢总是因果循环的本来面目。一丝丝我都无去定待，那问啥物理由？毕竟佛祖是圣人呐、啊，伊何必圣人来欺负这凡夫众生呢？虽然消旧业，并无自心殃啊，这是名言。自律啊，爱谨记在心啊，甲列为这座右铭啊，注意。好，佮听好哦。被人诽谤，互人欺负，那么你的心呢，还佫会当保持以德报怨呢？这是圣人的心性，会当包容到这个凡夫众生心呐、啊，无简单。要化消这温温万万，你当包容心包太虚，容有三界呢？这拢总是圣人的心性，包容这凡夫众生的起心动念与作业。这若无圣人相当啊，一般人无用注意到。所以修道啊，就是化消温万啊，然后提升自己心灵，然后等超出三界，正成菩提，以后再去。多加诸旁大众生呢，所以人家欺负你、糟蹋你啊，你要怎么对付呢？来，我运用这十字啊，也都是呢，这个普贤菩萨呢，哎，这个、老和尚演讲咯，有人呐、啊，骂老祖，老祖呢，子说好，有人怕老祖啊，啊，老祖就说道。啊！剃头在面上，啊！随他自甘去，我也生得气啊！他也无烦恼啊！好、哦，注意啊，这么简单的事，这位啊，这不是普通人讲得出来呢。来，我讲你听，你听你家第二种口不灵去。哎，这个、普贤菩萨伊咧讲啊，就是实质啊，伊咧讲啊，伊讲。有人骂我老和尚，骂甲足歹听。哎，讲哎呀，念，故在你念无安怎，要别开条呢？字虽好啊，啊都甲我写一寡业障，也毋是歹代志啊。你要甲我吵，安尼甲我酸，甲我叫，甲我骂呢，也是袂要紧啦。当作是随缘消旧业啦。过去我毋知去糟蹋偌忝的哩，吼、哦，爱随缘消旧业，先甲我讲的。你嘛无爱发修行，就无会讲；若要发修行，就爱一句话啊，一颗人我走走出你个，用老经呢啊，只有功夫啊。有人拍老竹，有人拍我老和尚呢。我老和尚讲，爱甲拍嘞，我想帮我倒嘞，吼，哎，帮我倒嘞，哎，后边你做业啊。啊，有人呢，配嘴烂伫我面呢，啊，规气啊，我甲你打伊啦，连亲嘛分大亲。啊，七个阁互对方无欢喜，安那就卖七个。随他呢，自甘去啊，何解打呢？无简单呢。一般咱看咱社会上人啊，你甲骂人句啊，你不跳呢？哦，你配嘴烂哦，
啊你无爱命你，你等下跟对跟走无路用，啊？伊佫讲啊，我也生入去了，你配嘴哪来啊？我买个其他啦，看嘛生这两年的咱呢都生起来，连吃都本来计吞着，本来计吃啦。哎，我也生入去啊，哎，伊呢对方呢，他呢也无烦恼啊。这完全是展现出啥？已经悟空的时阵啊，这就是无我境界啦。注意听有无啊？因为呢，已经无我来是烦恼啊，无我呢来堪伊对顶啊，无我呢堪伊呢，一直啊互相斗口角啊，互相之间无有这对立吧，无有这相杀啊，这就悟空，因为大家无我境界呢。所以诸菩萨搁听好，有我说法，我未断尽呐。这就是讲，哎，敢讲我是善知识哦，我能度众生哦，哎，安尼就是我相并无个独调，哎，注意清楚哦。那么应该安怎？哎，无相呢来说法，安尼说法呢才清净，同时也就是自性解脱。也就是圆觉经跟你讲的，咱所以无法度进入到这个清净圆满的觉性，理由也就是在于咱自己五常无净化掉。那净化掉为啥呢？哎，咱是不是含这个寒山跟文这个破这个实定呢？因两个对话当中呢，这个意境就造出来。所以人咱注意呢，一件哈修行。爱用咱这圣人的心性，去包容凡夫的起心动念的作业。安尼在咧当中的磨练当中，日日的菩提自性在展现。安尼咱开悟正果呢，安怎有法度有一天含圣人接臂的时阵呢？盼望注意，大家好好用功，以这圆觉经的方法来修，有一天。那么正贤佛的各位啊，在眼前的呢，哎，注意清楚哦。哇，时间都到咯，啊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无允准。那么今日讲到这，已经超过时间，过一段了吼、哦。会见下，那明仔在圆觉经呢第57天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